用呢，又说不救，而且查出来说他呢，他们呢不觉得慈悲啊，可能是慈悲，各位姐姐大德多多包涵。最后祝各位姐姐身心愉快，法喜充满，感恩。大圣起立。谢讲师慈悲，前道女工，君道女工，感谢讲师慈悲。恭请不请讲师慈悲。前道女工，君道女工，坐下。
先有信用，啊，信到信就麻烦了。所以咱一般顶人讲，我讲人信贵心的，敢是贵一个身躯啊，贵色，佮贵另外一个色啊，一个世人。其实是这个八戒的名称，八戒的名称不是咱的本性死，咱的本性一老死了吼，安尼叫做歹去啦，就产生些些歹去。啊，些些歹去，迄个司机有歹去无？迄个司机两撮咱妈司机做一把吓唬掉了。迄只车歹去，咱等于换一台车。啊，你若趁钱，趁较侪钱，你要换面座，要换好的轿车，嘛是可以啊。啊，你若无趁钱，你要使开卡洛克嘛是可以啊，会当代步就好啊。啊，我讲这历史你就可以了无？人生在讲这世间老好无？你着享受着荣华富贵、高楼大厦。哦，人生咱无好无，咱着享受来开迄个路量啊，来吃好多摆。啊，唔免甲人讲，甲人就比如讲，哦，啊，你开哪会要使哪？迄有比较有计较，迄艰苦啊，是啊。但是，迄是来到这个世间，是咱的福报有，甲咱福报无。福报有，你看伊在享受享到。我过去捌讲，印度一个上好个啦吼。伊迄间厝有六百个员工咧，服务迄间厝。有偌济五个人，伊迄个家庭五个人有600人咧，服务迄间厝。顶边有直升机啊，顶层有直升机的迄个停机坪，迄内底人就产生是大公司人伊要来办，迄钱济啊，那钱我唔知啊，有啦我都安尼做，安尼要甲人安怎比我唔？比你到底你头发大粒个？你永远变嘛变袂讲上印度，迄个上好个进入出个规条迄落啦吼，迄钱安开开袂完，反正呢。咱就不能安尼照头理路，啊，较认真地拍拼，啊来趁一笔食一笔，你像迄个菲律宾嘞，今日趁赚嘞，吼，伊就得明仔载就停嘞，就无会出工，就咧食现当个袂赚，那过得上轻松啊，哦，迄叫做趁食人啊，趁食人，你听无？趁赚带来食，啊，你叫做趁食，啊，咱叫做食趁人啊，食少咧食趁人，啊，食少带来赚，叫食趁人。啊，趁食人啊，食趁人是袂相像啊，哎，个妙，食食在个趁，迄叫做肥食啊。啊，趁食在个吃，迄个是对肥食，迄个袂肥食啊。啊，迄种才能赚钱，咱爱赚，拢才能赚钱。但是拢是一个人生的过程，过程。以前的话对话的，拢是一个过程。咱想看到什么人？诸葛亮啊，你听无？诸葛亮，你咱台湾这个舞台。伊舞台，因为伊是越南阿红，但伊属于伊是，若要讲话阿红，那就当然话去啦吼。诸葛亮啊，啊诸葛亮啊，伫这个舞台内底当中，大家拢知诸葛亮啊，是一个哦，是一个真正有名的主持人啊，咱嘛知影。但是伊一生过了规划无方便，伊的一生过了无方便，伊的一生过了无方便，咱若叫伊出来。咱问讲，啊，我出国去深造，出国去深造啦。伊唔敢讲，我去美女做一个所在，拢讲我去出国去深造啦。人生就是安那，熬趁钱，啊熬富咯，啊无买，但互家己咧放不下，啊舍不得，啊想不开。但是我咧讲嘅物件就是讲，咱人生会当咧安分守己，安住咱迄个本分。啊，守住咱这个自己，叫做安分守己。你若安分守己好势，有甚物人歹过你个地方？你是人，因为你这个世间的生活规矩，我是一个真正按照规矩来行，我就是个，我袂甚物艰苦啊。哦，啊，我伫咧修心办道。你想咧讲伊咧今日来遮听道理，讲道理。哦，啊，大家作守规矩，啊，而且听啊听到出，大家讲，啊，咱听听咧咧想想咧，哦，安怎来做对？安怎来做对？安怎来改变我过去？哦，唔对的方式来修改规矩，慢慢叫修道。啊，修道就是把我过去我这个心老烦恼的修改了掉，把我这个心安住的好势，就那个修改了掉。
那我做个攀岩，这个心你能修改了掉？没有，我这个心就是那安定的、安静下来，呵呵，为了一生。咱修道是修了这个物件，咱的心呐，永远在不足，永远在不满，永远在攀岩，流汗啊！我问你一个，问你一个问题，一个闭关呢？闭关的回想啦，吼、哦，伊闭关四十九天啦，好、哦。甲一个会，甲一个犯人去关伊加了四十九天啊，什么人好过？什么人好过？天天关了，迄、那个闭关的会上，反正四十九天关伊也拢无出来，他叫做闭关咯。啊，迄、那个关伊外口，加加迄时阵出来外口了，你来得一旦满足的都放空了吼，迄个关了，什么人好过？什么人？这答案咱已经发现。因为迄个闭关就是我一心清净，我一心无量，我四十九天同一天，我四十九天一天，我瞬间就会啊，瞬间就会，那边就会啊，我不可能，我你咧，因我做主宰，我做主念咧，我是乖马听命，我的心嘛是做主念咧，个咧听道理，听道理，我做主念咧。但是咧，迄个闭关，迄个封关四十九天，犯罪关四十九，迄个人就拢袂用。伊逐日在咧上外口，我今日剩四十八天，我剩四十九、四十，我剩四十六天，我剩四十五天。迄一日一日咧算外海过，你敢明？你敢知影？迄才是真正的痛。迄就是咱咧讲个心的意境，你我做人控制你个心，毛大狂躁。我着去跟我咧讲一个道理，我是爱情，有一日啊。三四日的代志啦，我困到十一点半，我想困一醒做白醒啊，你听无？啊，起我嘛看五啊五点，因为我目睭等下安尼四万看五点。啊，五点我是准备讲吼，安尼洗洗洗洗吼，啊，要两间泡茶啦，赶快两间泡茶。啊，我差不多六点较光啊，小我啊，我是讲啊，一点点火，用啊再加分一点钱吼，你讲说，我二十分钟到分啊。啊！再来，我发现天光，足大分啊！我发现天光啦，你听无？到困一分钟，我个心情会较好。啊，到三点半，啊，三点半啊，是心原因，因为我做我心里去的要天光啊，就是点钟要天光啊，我人要起来泡茶啊，我坐在上面，你让我天光啊，你听无？上到三点半。结果看我大家问，结果我看唔对，是十一点半我看到五点，十一点半我看到五点，啊，为十一点半开始等，要等到六点啊就对啦。你看我两个，海外面对面拢无准备，拢在咧想咧，迄个六点的，到啥？啊，我若无去，迄个厕所甲看唔对，甲看唔对对啊，迄我一千块八千个无走过。所以难问题在一个所在，我心心比迄个物件，你心不了，你心就会安；你心你就会安住。所以咱互咱的心无集中，集中是咧修得大病，你听无？哦，啊，所以我希望讲咧，咧修办到内底当中，免咱化开这心。哦，心不集中，那是天堂；心难集中，就是人间。看我甲痛苦拢是这个心。所以你佛教上，我跟你讲，三界是唯心生，万法是由色界，三界唯心，欲界、色界、无色界，由这个心来生。万法色就是这个色心，你今日听这法，都用你的色心听，叫做色心听法，色听法就分别，色心听法就分别，你懂吗？咱个分别叫做显分别，唔能叫做无分别。恁各位爱听到底下来，恁来注意。啊哪个分别？啊哪个心听我话？我要听慧心，我要听定力造出来，他必须听你实心去。这个问题恁来注意。迄、那个实心哪个转位叫做慧心？转不位叫做实心，安、啊、尼听无？嗯。转有位，你要讲转有位，无这个叫做定位之心的听法。但是迄叫做显分别，唔是叫做无分别，安尼名啦。啊，所以你若做无过，你得用实心。十二点啊，我对八点听啊，即个做存在，对不对？
我嘛无干，干呐。我若要加少了五斤，哇！你这人安尼搞话，啊！再继续讲，我巴肚了，啊！再无要免停，啊！为在遐坐讲袂煞。你性格都开始咧痒痒的，你听无？迄个差五斤，你若挡袂牢，你听无？迄就是伊哩咧注意，注意咱这个心开始动念的心，开始咧妄念的时阵，迄阵咧咱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所以这是人修的功夫啦，吼、哦。啊，你们建议，我不跟你超过时间啦。啊，这这个文章都会上恩哦，啊，每节哦，这样变难过。太平啊，稍微的十几位，啊，已经过了。咱再把过去的每位拢上走。啊，以这十几位，啊，上恩者变难过，啊，好咱的家庭。好好咱的身体，好好咱一切通通平安，最后是好咱个人的心智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好，谢谢各位。感谢父亲的慈悲，请到公。昆道一公，感谢后生一杯。一般精益一合爱想单位十二月份喜会班班元辰向无极老母行三鞠躬仪，前到一公，再鞠躬，三鞠躬，昆道一公，感谢前人慈悲鞠躬。感谢护前人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昆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前人慈悲鞠躬，感谢护前人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
一起持家向无极老母行三鞠躬仪，前到五躬，再鞠躬，三鞠躬，持家前人鞠躬，众驾护前人鞠躬，众驾人士鞠躬，昏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持家前人鞠躬，众驾护前人鞠躬，众驾人士鞠躬。好，恭喜各位啊！哦，come on, come on.